30 EVO 时代。现在此车我们要将这个涡轮增压它的增压管路这一节以及这一节这个原厂的橡胶软管要来做更换，要改成这个铝合金的管路。现在涡轮出口的部分已经制作完成，剩下这个接前方总冷气也就是在这个盖板下方的直管，我同时也要来更换细胶管，下方同样也有一个直管，再来就是进气口的更换。组装已经都完成了，时钟款式是可以用这个外泄直接向大气释放，也可以再回接到这个原本这个路径。我们先暂时以原本的内泄式泄压阀将孔洞做塞住，现在先测试一下这个外泄的声浪，待会测试完毕了之后，我们还要再将管路再接回去这个原本相机。好的，我们来踩个油门来看看。